天你们看到这个东西吗？噔噔噔噔噔噔！今天我要拍的就是淘宝开箱，我期待已久的淘宝终于来了。这次的淘宝我买了很多衣服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整理了衣橱，丢掉很多很多很多那种不要穿的啊、穿不下的啊，或者是旧了的衣服，所以我就去淘宝进货。我一次过在一家店买了很多件衣服，我们来看是什么，我也忘记我买什么了。这是一个短版的背心，这样子到肚脐这边的，很便宜吧？这人民币不到十块钱，布置很不错。下一件，哦，这个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哎，还是一个差不多很像透明这样的衬衫，是有点粉紫色，然后又有点灰色这样的颜色。哒，这是很出名的。芋头紫色，还是这样子的一番。我怀疑这个人有问题。然后它是 V 领的，噔。再来是一个这个，有一个蝴蝶的，看到抖音很多那种小姐姐在穿，然后我在刷淘宝的时候也是有看到。它有分长版的跟短版的，我买的都是短版的。然后我会买蓝色是因为我很少蓝色的衣服，应该是几乎没有吧，所以我就买一个蓝色，还有白色，还有黑色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这是一件长裤，长的牛仔裤，它是阔脚型的，然后是超级长的，它这是裤裙来的，看起来很像裙子，可是还是裤裙，这里有的开叉的，里面是裤子，然后后面有个拉链。噔噔噔噔噔，这个是三件式的套装，裤子、背心、外套。它的布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，因为它的那个图片看起来是薄薄的那种，它这个很有质感，摸起来。这是一个我很期待的连身裙。在那个图片看起来真是超美超显瘦，然后我买的是黄色，因为我很少这种颜色的衣服。然后它前面这里是 V 领的，然后还有一些皱抓的感觉。哦，短裤，还是那种五分长的短裤，跟刚刚那个裙子有点像，可是这是裤子。然后它的布料真的是一级棒。这衣服完了，噔噔噔噔，什么来着？什么来着？帽子，床单，哦，纸笔，我就买了一些文具。因为我要开始写手账啦，它这些笔很便宜吧，一支不到一块钱嘛，笔超便宜，可是写起来怎样我就不懂啦。我买了1、2、12、13、14、15，我没有买这样多，应该是他多送我的，这些没有包纸袋也是他送我的，因为我买很多支，不到。重头戏来了，你们看到我肯定会少女心泛滥，超梦幻的颜色。哒，它还有包一个 plastic 在外面，真的是 good， 很美嘞。它前面是一个很像 logo 这样的东西，然后很梦幻的颜色。我买的是紫色，还有很多颜色，有粉红色啊、青色啊，都是那种梦幻梦幻的。如果你们很有少女心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。这样子一盒是差不多马币25块，然后里面有很多东西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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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呜呼，超梦幻，小孩子大人都喜欢。
其实如果真的要写手账的话，也不用买到这样的东西啦，因为我看到然后我很喜欢它，就是我写手账的动力。 OK， 然后里面有很多东西，粘纸有三个不一样厚度的粘纸，书签，还有不一样图案的嘞，超美嘞，还有小个的嘞，哇哦，超喜欢的嘞。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什么粘纸，它的粘纸都是不一样形状不一样图案的，真的是质感超好的手账本，很美嘞，它是那种 bubble color 这样的。还有一个袋，然后还有一个旅行针，刚好是我喜欢的星星。它是由两本手账本组成的，它把两本然后放在一起这样子，我前面那本是空白的，后面那本是格子的，噔，还有很多东西，明信片两张，然后还有一个小袋子，一个小纸袋，叮叮叮叮，也是一个纸袋，太空人，再来一个纸袋，一个手，然后有很多星星，明信片的信封，信封，这是一张纸，这个也是一张纸，在讲废话，对呀，就是纸，然后可以写字，然后还有两包这个，这个是给你装饰，然后可能可以倒在里面啦，还有一个。这个绳子就是刚刚那个书签的咯，应该绑在上面。完了，超多东西耶，里面有21样东西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可以去买一下，真是很建议买啊，你就有那个动力想要写东西，想要布置好自己的笔记本或者是日记。因为之前如果有东西要写啊，要记录啊，或者是写 to do list 的时候啊，我都是写在废纸然后就丢掉，那时候我就有刷到看到这个手账本，然后我就觉得可以买来试试看一下，毕竟如果你写了，你看回去你以前写的东西真的是满满的成就感。然后我现在是只有写日记，就每一天都写日记，不是 planner 嘛，现在我要做的是 planner， 可能有些人有写，你们可以跟我分享看看，教我要怎样设计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帮我按赞分享订阅，按赞不用花钱，分享不用花钱，订阅也不用花钱， All is free， Then 你还在等什么？我的淘宝开箱第二集结束啦，拜拜甜甜圈。Don't start a conversation. Start a conversation. Nation, you won't have one. We won't have one. Nation. If you don't start a conversation. Nation, conversation. Nation, conversation. We won't have one. We won't have one.